虎斑犬为什么不能养？汪志祥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外科专科医生。虎斑犬并不在禁养犬中，所以是可以饲养的。但是如果主人对饲养的动物有严格要求，那么就不建议主人饲养虎斑，因为它的毛发和颜色为黑色和棕色，并不是很好看。另外几个原因，如想要饲养虎斑犬时需要注意，首先对由于这个虎斑犬性格比较凶猛，所以有伤人的危险，尽量不要带它去人群密集的地方。其次，由于虎斑犬的服从性比较低，很容易不听从主人的话，所以带它去遛弯的时候，最好是牵引绳准备好。除开这些，虎斑犬还是有很多优点。第一，虎斑犬忠诚度很高，当主人遇到危险时，它会奋不顾身地冲上去。其次，虎斑犬警惕性很高，所以对虎斑犬稍加训练后，就可以让它当看门犬。